那告诉我们这次您这次是第几次参与这个活动？我个人来到纽约工作差不多2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是我第二次参加台湾之夜，在大都会球场这个台湾观光推展的活动。那么在上一次的经验非常的好，那是我们观光组的同仁邀请到我们台湾著名的导演魏德胜先生来这边做签名，还有这个投球投地球的这个活动，那么引起了很大的回响，那么效果很好所以我们也期待今年卢彦勋先生在大家都晓得他是著名的这个来自台湾的网球好手，那么他前几天在 Cincinnati 的比赛里面也有很好的成绩，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能够借由他这个有名气的工作人物能够再提升美国的社会呢对我们台湾的注意，这个我们祝福卢彦勋先生呢在这个美网的公开赛里面有一个更好的成绩谢谢。